们的敬拜马上要开始了，请大家陆续落座，最好往前面坐一坐。现在是12:50，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今天是12月18日，我们知道正是圣诞的季节，我们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左右为我们的罪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起一起起立宣读经文。我们今天宣读的经文是从在以赛亚书9:6-7，我们一起读来。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你大约2000年前降生到世间，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配得你我们的一切的赞美和敬拜。阿们。我们现在是圣诞季节，所以我们用3首美妙的圣诞诗歌来迎接他的再来。第一首歌是 O Come O Come Emmanuel，弟兄先来。以马内利跟就降临，救赎解放以色列民，沦落一帮寂寞伤心，引进渴望神子起来，欢喜欢喜，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平要降临。姊妹来，清晨日光恳求降临，借助降临心为中。
色怜悯，以马内利定要降临，荣耀君王恳求降临，统治万物显和万民，恳求显示智慧大能，指令群生步步遵循，欢喜欢喜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万邦所望恩就降临，团结万民一致一心，用心何等欢心，以马内利已经降临，为了我们的罪他屈尊在马槽，尽管那他那时候还面临着希律的追杀，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喜乐的佳音。我们唱圣诞的佳音，弟兄，天使出报圣诞佳音，先向天爷贫苦牧人，牧人正在看守羊群，眼东方了长夜，一起来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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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君王今日降临，牧人抬头见一明星，远在东方灿烂光明，发出极光照耀晨昏，牧欢喜欢喜欢喜，就是君王今日降临，博士三人阴间星光，远道而来离别家乡，专心一意找寻君下，追随惊喜不问路长，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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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君王今日降临，马槽为
喜欢喜欢喜欢喜，就是君王今日降临，博士三人一起走进，屈膝跪拜，虔诚虚心，金奖如下，莫要黄金，作为礼物奉献圣君。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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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君王今日降临，我们应当异口同声赞美上主，创造大能，赐无华有万物丰盛，借助宝血救赎长生。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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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主君王欢喜今日降生，欢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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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世君王今日降临。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你的降生是给了我们何等的喜乐，给我们何等的盼望。就算是我们现在是养尊处优，就算是我们现在是衣食无缺，我们也深知若不是你降卑为人，我们有什么盼望，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我们歌颂你奇妙的圣名，我们也见证你奇妙的救恩，真是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在山城下伯利恒，你是何等宁静，经深夜经沉睡无梦，群星悄然远行，但在你黑暗间到先要永恒之光，万事期望战兢等待，今宵借机此方，因玛利亚诞生神灵，天君云集天空，暗夜一身众生安眠，天使护卫爱仙，天上晨星同眷，高声诞声声佳音，天上荣耀归于真神，地上平安归人。真神赐奇妙恩，神将各样数天恩惠注入千万人心，因世界充满罪恶，主将无人听闻，谁肯接打开心门，主必进入其心。伯利恒城之声音海，
我们求你降临，除去我一切罪孽，降生在我心中，我听圣诞之天使宣告大喜佳音，恳求以马内利我王，恳求以马内利我王，恳求以马内利我王，永远居住我心。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以会众一起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庆祝你的降生。我们深知你谦卑自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算是你生在最华丽的宫殿，也是万分委屈了。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在你面前有什么可夸的呢？我们的义还不如破旧的衣服，我们只有匍匐敬拜，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你的宝座前。在这里我们恳求你赐福我们教会的各样事工，医治我们中间有病痛的人，我们的肢体中有需要安慰的，主求你亲自与他们同在。有寻找工作的，主求你赐给他们，给他们在旷野中开道路。有迷茫的，主我们就求你为他指路。你应许我们说万事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主我们就求你洁净我们，让我们所行所想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都远离罪恶，与你同行。求你让你的良善，让你的圣洁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不愿意做消费型的基督徒，我们愿意像你一样跟你同工，寻找拯救那失丧的人。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你，因为你配得那一切。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请坐。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今天是世界杯的总决赛，对于那些球迷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诱惑。不过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能够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敬拜神仍然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最高的一个 priority。 感谢主。今天也是降临节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看到我们的四根蜡烛已经点燃，中间的这根白色的代表基督的蜡烛，我们要在圣诞夜那天我们才去来点燃这样一个白色的蜡烛。今天也是我们降临节系列讲到的最后一讲。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早在始祖犯罪的时候，神就赐下应许，将来会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拯救堕落的人类。所以人类历史就是在等候这个女人的后裔当中在发展。而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就是神如何引导他的子民，也如何护理我们整个的人类世界，在沿着这样一个历史的走向上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让我们预备好各种各样的环境，准备迎接这位救世主的降临。所以人类历史是什么？人类历史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英雄所推动的，也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是由人民所推动的，他推不动这些的历史，那更不像是尼采所说的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这样一个不断往复的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那么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是按照神所预定的计划，
透过他的创造，他的护理，沿着一定的方向在推进，是神救赎他子民的这样一个过程。圣经画画龙点睛的就记载了整个在人类漫长历史过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节点，或叫一些里程碑。我们把这样一个过程，把这样一个圣经的历史叫做救赎的历史，叫 redemptive history， 这是真正历史的意义。而这个救赎历史上中，救赎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the turning point，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救主的降生。所以你看到圣诞节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你买花买礼物，大家大送大包小包这样送，它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我们读到说，及至时候满足，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第一句话就提到说，及至时候满足。什么叫及至时候满足？就是表明救主耶神在计划在预备这个历史过程当中，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就像一个妇人怀孕的时候，那个产期婴孩在肚子里一点点一天天长大，等那个产期到了，这叫做时候满足，是一个已经预定好的这样一个计划。在先知书中早有预言，在耶稣没有出生，但是耶稣降生在什么时候？是按照神所预言的时间来降来降临人世的。所以耶稣没有出生在大卫所建立的一个以色列非常鼎盛的时期，没有出生在那个时候。耶稣也没有出生在这科技和信息都非常发达的进入5G进入新链这样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时代。而是出生在2000年以前，神精心打造的这样一个罗马盛世。所以在政治、文化、宗教各方面，都为这位救主的降生提供了最佳的一个环境。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降生了。我在教会历史当中专门讲到，在讲到教会历史下啊，讲到应该是教会历史上第一门课的时候呢，就提到说为什么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才降生。我们从文化、政治、宗教各个方面的历史都看得出为什么那个时候才是时候到的时候。那么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听我们的主日学的课程。那么接下来的两节经文就是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重点。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讲到耶稣基督这位耶稣的真实的身份，他的 true identity 究竟是谁啊？第二呢，我们要讲他降生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我讲的不只是马槽，我讲的是一个大的环境。那马槽是一个小的环境，一个大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接下来呢，我们要看耶稣降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耶稣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圣经在这里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我们要特别留意保罗在这个写圣经时候的那个用词是非常准的，而且一个字都不太多，一句废话都没有，他每一个词都传递着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个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所以他的第一个身份他是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读到更精准的一个表达，就是神的独生子。ESV 就翻译成 the only son 那实际上呢，这个按照原文翻译，King Jameson 翻译的比较准 ，the only begotten son，
神的独生子。那这个字翻译的非常有意思，中文的翻译成这个独生子翻译的非常准。那独是什么？一个，叫做独，只有一个，神的儿子只有一个。然后呢，生表明什么？我们说龙生龙，凤生凤，老虎生子会捣洞，对不对？老虎的儿子会，就是生代表本性相同，和生对应的是造，造出来的东西是本性不同的。我们可以造很多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造，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AI 的时代，我们可以造很多这种机器人啊，把 AI 给它这个设计成，这都是人造的，但是它和人的本性是不同的。但你生的孩子跟你是完全本性一样，他可能没有 AI 那么算的那么快，没有 AI 那么聪明，但是他跟你我的本性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生代表本有相同的本性，耶稣基督是从神而生的，而我们人类是被神所造的，你看他的本质上不同了吗？所以那生有相同的本性，造只能造出一个大概是同样的一个样式出来。所以这是独生。然后子呢，代表和父是两个不同的位格，俩不同的人。什么叫不同的位格？当我们讲到是位格的时候呢，我们往往 confuse， 因为我们在描述神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语言非常有限，我们的词汇也非常有限，我们只能借用一些常用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神的一些描述。位格是个什么？特别提到三位一体的时候，那个三位一体那个位是什么位啊？不是一位、两位、两位，这不是这个位。位格讲的是个简单的说，凡是可以能够用你、我、他来表达的，都是一个位格。当我跟师母说话的时候，我说：“哎，你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们是两个位格，能够分出你、我、他来的，就是一个位格。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我跟我的儿子讲话的时候，我是他的爸爸，对不对？但我跟他说我的时候，我仍然指的是我这个人。跟我这个太太讲话的时候，我是他的这个丈夫。那我身份不一样，我跟相对不同的人，我的身份不一样，但我讲到我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这就是他的位格，我只有一个位格，有不同的身份。我们要记得这个位格，就是圣父和圣子，他们有不同的位格，所以它叫独生子啊。这是这个我们要把它这样理解起来。所以耶稣基督第一个重要的身份，也是最最重要的身份，就是他是神的儿子。那表明是什么？他在本性或实体 substance essence nature 这些，我们用这些词来表达，就是那个和神完全一样的地方。他是和神完全一样，是与父完全同等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我们提到说，在初代教会的最早的异端之一就是亚流异端。那亚流异端是由亚历山大教会的一个长老，他是叫亚流啊。他为了解释说，旧约圣经当中我们一直强调是神啊，像这个以色列的信仰告别说，神的耶和华你是独一的神，除此以外没有别的神。那么既然耶和华是独一的神，那现在这个耶稣基督他说他也是神，那怎么俩怎么办呢？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他就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很聪明，他就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呢，他就把耶稣定位说他是一个次等的神，他是从神神后来在，他的意思就是至少在某一个时刻子是不存在的，子在某种上是低于父神。这个问题呢，一是马上就受到这亚历山大主教，也叫亚历山，名字也叫亚历山，他的观说 no， 这东西是错的，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就引发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辩论。在公元325年的时候，就召开了一次第一次的普世的大公教会的大公会议。在这个大公会议上呢，亚流就被定为异端，这是不符合圣经的。神性只有一个，神不会分大神、小神、次神等等，神不分档次的，神就是神，神就是神。那么这个大会呢，用了一个词来宣告说圣子和圣父的关系，这个词呢叫做 Osias。乌塞呀，这是希腊文，意思就是说这个乌塞翻译成中文，翻译成英文呢，有的把它翻译成 substance。翻译成 essence， 翻译成 nature 等等，就是那种本质性的本体性的东西。
Usias。 那么圣父和圣子呢，用了一个词叫做 Homo Usia， 就是一个词，非常非常 fancy 的一个词啊， Homo Usia， 你就知道圣父和圣子完全的相同啊。这是尼西亚 大会定出来的这样一个宣告，给正统基督教的信仰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亚流并没有甘心，那这个亚流的他的徒子徒孙们一直在反复的在辩论这件事情。那确实是 Homo Osia 这个词呢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确实你说和圣父和圣子完全相同又不是，那就变成一个了，它仍然是有区别的，对不对？那么它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教会又花了很长时间的来研究说，那么圣父和圣子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结果他们又发明了另外一个词。一直到公元451年的加克敦大会，在加克敦大会上呢，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教会用了另外一个词来表达，这个词叫什么？叫 hypostasis。 hypostasis 分那它的实际上的表达是一个 individual 的一个 reality， 它一个它是一种存在的方式。那么把它翻译成 person 啊，中文就翻译成了位格。所以当把 Osia 和这 hypostasis 两个分开以后，他们相同的东西叫做 Osia， 他们本质本性他们的 nature 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 person 他们存在的方式是两个独立的一个实体。这样分别开了以后，三位一体的教义就一下子就清晰出来了。什么是三位一体？ Three hypostasis in one Osia。 这就是三位一体最精准的也是最原始的一个定义。三个位格，他们圣父圣子圣灵互相之间可以称你我他你我他，但是他们共享同样一个本性，就是神性啊。这是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那么亚流一端彻底被否定以后，那三位一体呢成为正统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也是区别你是正统基督信仰还是异端的一个分水岭。但是亚流一端并没有彻底消除它是一种所有的异端在历史上发生异端往往都是死而不僵的。那到了这个十九世纪，北美有好几次的这个大复兴运动，属灵大复兴运动。那么在十九世纪的大复兴运动当中，很多的基督教的团体都跟着复兴起来。那些很多的异端，在这个历史上被定为异端的很多的错误的教导也跟着一块复兴了。那么十九世纪复兴的最大一个异端是什么？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是我们大家可能都遇到过他们。他们通常是两个两个的人穿得非常的整齐，就像我这样穿得 很整齐的他们这两个人就是两个两个人就挨家串户，就像你来传讲他们的这所谓的福音。人非常的好，非常的 nice， 非常的礼貌有一次我正在我的这个家里边，在车库里边干活，就来了两个人，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也不忍，他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什么，他不骗人，他就说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的，我想跟你分享基督。我说好，那太好了，我这让我休息了，咱们我邀请他们坐到我家来，给他们倒上水哈，我听你来讲，我来跟你讲。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跟他近距离讲了，他们就跟我讲。那然后他说这个，然后我就直接问，我说你们认为耶稣是谁？我就直截了当问他这个问题。他就给我讲这个，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看道与神同在表明什么？是两个。那两个那怎么办呢？一定是两个不同的神了。那说道就是一个神，他们把分成道是一个神道是一个神，加了冠词。我说你们读的这个就是你们是瞭望塔的翻译的圣经，我想看看你的原文圣经，你知道原文圣经在这句话怎么说的吗？道就是神，它原文是什么吗？希腊文怎么说的？那一个年纪轻一点的人，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这点人看看那怎么说的，他就问了。我说原文当中神的面前没有定冠词，
你们瞭望塔把翻译的时候把一个定冠词给加进去了，你加上定冠词以后你整个意思就变了，道是 one of them， 是一个是 a god， 一个是不是没有的呀。结果那年轻人很高兴，他那讲，我说你们要真想得救，你们真想相信神的话，你要相信那位创造天地的真神，不是你们自己造出来的神。那年纪大的有经验，一听这个人可能是懂，他说我们就赶紧就跑掉了。从此以后，他们就我再也没见过他到我家来。所以，神是一个永恒的，神性是永恒的，我们不能把神性把它分成档次，什么高档，这不可能这么分的。也是原则上神是不分个的，因为它是无限，你不能说。我们将我们一个神一个神两个神分的时候就已经乱掉了。神一神啊，没有这个，它有数次没有量次的，就是一神啊。所以神性是永恒的，而且是不变的。所以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既然是一个完，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神，他的神性是不可能随着时间在改变，也不可能因为他这个表达的方式改变了，他的神性会改变，他的神性不会降低，也不会减弱，更不会残缺，他仍然是完完全全的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我们要非常的清楚，他是完全的神。那第二个身份是什么？接下来一句说为女子所生，这是耶稣基督第二重的身份，就是他是从女人身上生下来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我记得在第一次或是第二次我们这个主题讲到的时候提到说，当耶稣只有童女玛利亚怀孕的瞬间是神迹，所谓的神迹不要用科学解释，神迹它既然是神迹它就不是科学，科学的都不是神迹，我们不要把两个定义把它混淆掉。那么只有在她怀孕的瞬间是神迹，从怀孕以后整个的这个胎儿在玛利亚神中的生产的过程也是时候满足的才生下来，整个的过程都变成自然。那么既然是自然，那么在这个医学上还没有办法通过 DNA 来鉴定耶稣的肉身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但当时还没有这种技术，那么用是女为女人所生这句话所表达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这是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明，从女人身上生下来的，十月怀胎实际上不到十个月啊，怀他，然后时候满足的时候就生下来，他就是应该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不可能是其他东西的。所以，那么问题不在这里啊，问题说，他又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又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好像没有太大的困难接受这件事情，但是对于那些最早接受基督教的这些西方的这些以希腊文化为背景的这些人，他们没办法接受，他们要想你既然是完完全全的神又是完完全全的人，这两个东西他们怎么联合在一块儿？他们是怎么联合的？神的本性，当我们想到神的，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的神都太小，我们把神都临在化了，我们的神都太小，神比人大概是大一点，但是仍然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这两个是可以连在一块的。但是真正的神，圣经所启示它是有它有三个超越的特性，无限永恒不变，它和我们有限的人是完全不是同样的一个 substance， 不是同样的 usias， 也是它是我们没有任何地方 是在上面是 不一样的，是没办法连在一块的。所以这个问题神人二，神人二性怎么连在一块，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难倒了世上所有最聪明的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都去读神学啊，难倒了最聪明的人，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那问题 是什么呢？说这他这个问题比那个三位一体还要难，因为三位一体是存在着圣父圣子圣灵之间，他们是 homoousia， 他们是同样的本，都是神啊，他们之间的联合是容易解释的，因为他们都是神。但是基督的神人二性是两种不同的
必应，是跨越乌撒亚跨越必应的联合，这是远远超出你想去吧，远远超出你那个你想象的极限。什么叫基督教的严谨？但是你如果这个东西你把它稍微弄错一点，基督教想就土崩瓦解。我们说啊，基督教是一个是愚昧人的宗教，是一个你在愚昧试试，你把这个愚昧出来试一试。人最聪明的人到现在无法解释，显然他不可能是人造的，人不可能想出这种东西出来。神将他的道真道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用我们最大的理解，我们只能理解到一些皮毛。所以还是在公元450年的加克顿信经，也是历史上第四次的大公会议啊，是关于基督论的最后一次讨论。这个大会的结果呢，就发表了加克顿信经。那加克顿信经，除了这个东叙利亚以外的这个一些很少一些教会啊，因为加克顿信经就是针对他们的这个言行的，所有的大部分的主要的基督教的这个宗派，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啊、基督教的这各个不同的这个宗派，都一致承认接受的信经之一叫加克顿信经。那在这个是论到神人二性的时候呢，加克顿信经这样说，那这个翻译是比较老的翻译，我只是把它放在这里了，我念一下。我们跟随圣教父，同心同意教人认识同一位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他与父同体，我们欧塞亚这个词啊。按人性说，他与我们同体，我们欧塞亚啊，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按神性说，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晚近时日为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童女玛利亚所生，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割，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体之内，而非分裂成两个位格，却是同一位子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正如众先知论到他自始所宣所传讲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教训我们的，主圣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的。这是加克顿信经，大家能 get 多少？有几件事情你要讲，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当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各自的本性不因联合而消失或是影响，人性保持完整的人性，神性保持完整的神性。所以加克顿信经没有解释是怎么联合在一块的，他用了四个否定的语气，叫 via negativa， 是用否定的方式说它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划定的四条边界。哪四条边界？他们的神性和人性不相混淆，不能够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怎么连在一块的？不知道，这四条边界就划定了正统基督论和异端之间的这成为一个分水岭。你跨越这个边界就是异端，你在这个边界之内怎么联合的不知道，但你就是正统。快两千年了，我们对基督的神人二性的认识一直停留在这里啊。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样的呼召去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真实身份要把它搞清楚，花时间去，也许神圣灵会光照你，让你对这个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有更深入的一个认识。那有人说啊，这个你讲这段有啥用啊？啊，讲这段有对，有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就好了吗？你讲那东西有什么用啊？所以有一位这个，我有一位这个天主教的朋友啊，我
各种朋友很多，天主教的、东正教的、还有这个犹太教的、伊斯兰教的、佛教的啊，我是广交朋友，我跟他们都有很多朋友，我们经常谈到一些信仰的问题。那位天主教的朋友就说，他说啊，美国朋友啊，蒋经文的，他讲，我说意思他不是讲的华人教会，我们大家不要害怕啊，更不是讲我们教会，这是以前的朋友。他说啊，我去过很多你们这个基督教的教会，天主教的啊，我去过你们很多基督教教会，也参加过你们的一些查经班。我就发现你们在谈论基督的时候，甚至那些带领查经的人啊，在里边夹杂着很多早就被大公教会被定成异端的一些东西，他满嘴的乱，都可以随便说。他说，难道你们从来不读这些早期教会的一些信经吗？不幸的是，他说的是真的，他说的是对的，这是我们都知道。很多我们现在的这些教会，这不是一个普遍的，不是一个个别现象。我们对这些圣教父们，就是圣徒们历史承传这些信仰，我们完全不太，我就一本圣经够了，自己就以为就可以把圣经读懂的。这是我们现在的光景。那你说这些是不是没有任何有什么用啊？这是不是觉得跟我的信仰没有关系啊？它不能让我多挣一点钱，也不能让我面对我今天面临的困难，让我给我点力，让我去好解决我面临的这些困难。你以为它真的不能，它真能帮你解决，只是我们没有把它正确运用到，啊，我们没有正确运用到这个地方。对于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如果你是刚刚信主的人，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你真的只知道因信称义，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就足够了。但是对于一个已经信主很多年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地方。因信称义只是基督道理的开端，是一个进门的一个台阶，你相信他你就得到这些救恩，你就足够了，是你得到救恩是足够了。但是你不要忘了，圣经没有让我们停在这里边啊，保罗在哥罗西书里告诉我们说啊，他说他听到了哥罗西的教会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上，我们讲信望爱，这是我们都讲的啊，在信心、爱心、盼望上都有了美好的见证。保罗非常的高兴，他就写信给这些哥罗西的教会，他说什么？说自从我听见的日子，啊，哥罗西书1:9-10，如果你翻手快的话可以翻过来啊。自从我听见的日子，就是听见你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啊，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祷告什么呢？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们有了信，有了望，有了爱，接下来要祷告，让你们在一些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你们要继续的长进。你们不要停在这个地方，你们要知道什么？知道神的旨意。什么旨意？我都讲过，在这以前啊，一定是神所言明的旨意，也就是神命令，神在圣经当中所命令我们的话，我们要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怎么样？接下来啊，让你们明白神的旨意不是目的，目的好是什么？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才是目的。你们，我们有了信心，有了爱心，有了盼望，这是非常好的品格，有了，然后怎么样？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才能对得起，怎么才能对得起主呢？你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规范我们的言行，它叫对得起主。接下来啊，用了四个分词，动词的分词，用了四个分词来表达说什么叫对得起主。第一个，凡事蒙他喜悦，你在动机上你做事情是不是为了讨神的喜悦，第一个分词。第二个是什么？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在行为上你是不是在每一件事上你都考虑这件事是不是造就人，是不是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第三个是什么？渐渐的多知道神，在你的理性悟性渐渐的多知道神，这句话就是对神的知识在不断的加增。所以什么叫做对的这个凡事对得起主？记住三件事情啊，动机上凡事讨为了他的喜悦，行为上做每一件事情都荣耀神，能够帮助别人的结善果。第三，在悟性上渐渐的不断的增加
对神的认识，这叫做对的记住。啊，假如哪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到天上去了，保罗在门口站着呢，来了啊，在地上待的时间蛮久的，那这段时间你对的记住了吗？你怎么说？你说哦，凑合吧。那就问你，我说我在是不是以这样的动机活在世上？我是不是在我的行为上做出当做的事来？我是不是在追求对这位耶稣基督不断的认识？这叫对得起主。好，所以我们盼望说，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透过他自己的真实的身份，我们来增加，我们加添对这位耶稣基督救主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点，这位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他是在什么状况下降生？他降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下边？第四章第四节的后半句就说他且生在律法之下。什么叫生在律法之下？那我们知道，当亚当堕落之前是没有罪的，亚当在犯罪前，他亚当是堕落前是没有罪的，没有罪就没有律法，就没有律法。那律法，圣经说律法是因着过犯而加添的，是因着犯罪以后才加添上去的。所以耶稣在生在耶稣所取的这个人性，从玛利亚身上取到了一个人性，这个人性不是亚当堕落以前的那个没有律法的人性，而是怎么样？律法一下表明说，他所取的这个人性是人类堕落以后的人性。那当他取了一个堕落以后人性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圣经说，他就取了成为罪身的形状，跟你我一样，有跟我你我一样的身体，甚至他的这个人犯罪后的性情也发生了改变。他取的是这样一个人性。那么同样的，他在神面前也就承担了责任和义务，他有责任在神面前尽诸般的义。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读到马太福音三章讲到说，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要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我们说这是多余的，根本不需要的，他需不需要？施洗约翰认出他是弥赛亚，不敢给他施洗。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哎呀，没事了，咱们做做样子看的，那家都看看吧。今天很多的领导去种树啊，去植树造林，咱再做个样子嘛。耶稣是不是在这做个样子？我也洗洗做个样子。It's not that like that， 不是这样子的。耶稣怎么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什么叫理当这样？我们必须这样做才是合理的。为什么？我们要尽诸般的义 ，fulfill all。Righteousness 不是尽诸般，是尽所有的义。为什么？因为基督降生为人的时候，他就取了一个罪人的形象，他就要服在神的律法之下，他要用他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完完全全无罪的人。这是尽一个人在神面前当尽的本分和责任。不幸的是，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因着始祖堕落的缘故，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耶稣说，我来就是要在神面前尽诸般的义。他在那受洗不是让别人看的，他是坐在神的面前，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耶稣都要 fulfill， 都要成就他在神面前的义，从受洗这件小事上来开始。所以这件小事经常被我们忽略，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常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感谢神，感谢神就是将我们的信仰，非常深奥的信仰，用非常简单的话把它表达出来，人人都可以听懂，人人都可以相信，人人都可以照做。就是什么？你因信称义，只要你相信就得救了，100%的正确，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这句话的后边所
带领的含义是沉甸甸的，是带着有丰丰富富内涵的。我们不仅仅不要仅仅停留在这些表面的这些口号上面。耶稣基督啊，生在律法之下，是到我们因信称义的根基。也就是说，假如耶稣基督不生在律法之下，他不否定所有的这些义，我们是就没有人性称义的道理可讲的。好，我们放在后面去讲。那第三个我们要看他降生的目的，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耶稣生在律法之下是必须的，因为这和他降生的目的是相关的，他来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他道成肉身的目的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记着两件事情，提到了两件。第一个，他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第二个，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什么叫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我们需要知道，在律法以下活着的人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那么的结局又是什么呢？律法之下的人是一个堕落的人性。人堕落以后，在本性，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欧塞亚啊，这个上面和这个亚当起初受造的本性，在这个欧塞亚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同样是一个人性被造的人性，但是在那个性情上。disposition， 我们的性情上，我们的行事为人的这些态度上边，是有很大很大的变化，啊，这些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啊，起初亚当被造的时候呢，因为他的本性，他的 osaya， 他的 nature， 他的 substance 没有受到这个罪的熏染，所以他是一个天真无邪的本性，他是善良的，而且是喜欢神的顺服神的律的，这是他本性是这样子。但是呢，当受到污染的时候，这种善良的本性就变成邪恶了。我们从喜爱神的律法变成喜欢犯罪。啊，我举了两种小动物，都挺可爱的啊，没有任何特质。一种动物就是那个羊，小羊羔，啊，干干净小羊羔。一种呢是肥肥嘟嘟的胖胖的猪猪。两种不同的动物，对不对？它们 nature 是不一样的，啊，如果你见过猪猪，在野地见过猪，那猪猪喜欢在那些沼泽地里边，脏脏的地，它喜欢在那里边玩，它觉得那个很舒服。羊绝对不去那些地方，羊喜欢青草，喜欢清水，羊一定是喝那个干干净净的，它绝对不会在泥潭里边去打滚的。但猪它就喜欢那个地方，所以人堕落以后，就从一个羊的本性，喜欢洁净喜欢干净的本性，变成一个猪的本性，喜欢在这个里面。我就举一个例子，啊，这是大家明白说我们的本性发生了什么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所以罪，啊，就永久性的伤害了人的本性，把我们一个从一个顺服喜欢神的律法变成一个喜欢犯罪的这样一个人。罗马书一章，啊，对人堕落的本性描述的入骨三分。一章，啊，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罗马书你可以如果翻圣经翻得快找到，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在律法以下的人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说我们是在神的愤怒之下。哇，我们是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不是在神的爱下边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现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哪些是不像不义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义人，所以所有的人身上。二十一节解释说，为什么神的愤怒这些来这个啊，在他们身上呢？说因为他们的思念变为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首先脑子出问题了，思念变得虚妄。什么叫虚妄？大家有没有一种虚妄的想法没有？像这虚妄是最最可怕的一个无底洞。他以为啊。据说人得了这个，啊，学心理学的，如果得了一种，啊，某种大脑里边有某种化学的这种不平衡的时候，就会产生虚妄症。虚妄这个，哎呀，这个现在是谁当总统了？现在是拜登当总统，啊，拜登昨天给我写信了，拜登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没接着，他就产生一种虚妄，啊，
他就 产生一些不信，然后怎么呢？他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哦，他无知的心就后边说了一句话，说他自无知的心昏暗以后有一个什么现象呢？他就是他自认认为自己很聪明，结果反成了愚拙。啊，自己人自认为聪明的时候，你要凡是自认为聪明的人，你一定要小心啊！你看看是不是你的无知的心昏暗了，你才自己人自认为聪明的，你还真的是。真的从神来的之后，让你真的有真的聪明，我们要小心的啊。那接下来，那当人有这种愚拙的人啊，他有两种表现，两种。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他跟神过不去；第二，跟人过不去。跟神过不去怎么讲？一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讲的是跟神过不去，跟神过不去，他就用偶像来取代神，他抵挡神，跟神过不去。就制造出各种人为的偶像，这就产生了世上千奇百怪的宗教，是这么来的。你认为宗教怎么产生的？堕落人，堕落的人生产生的。堕落人生会产生各种宗教，那其中一种宗教叫做无神论。无神论的好吧，就把偶像变成自己变成偶像，这叫做无神论。在我以外没有神，这就是他自己就是自己成了偶像啊。第二个是跟自己过不去。什么叫跟自己过不去呢？自己跟自己做不去，过不去，表达的方式就是放纵情欲来败坏自己的身体。几乎所有道德败坏的人，都是首先在性道德上首先败坏。美国最近，你就梦见老给你写信那个总统签署了律法，现在同性恋变得是变性都变成合法化。首先，当性道德这条底线被摧毁以后，普遍性的、全面的道德崩溃就在眼前。不信你等着看，你们能看到的。这是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接下来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堕落的本性里边都装的是什么呢？29到30节说，里边装满了各样的不义，是所有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竞争，这个诡诈、狠毒，又是什么？又是说这个说人坏话、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污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事实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罗马书1章29到31节罗列了所有这些堕落人性里边的一些叫做基本的特征都在这里边，这就是堕落的人性。所以圣经告诉我，面对这样的人，神的震怒是在整天是在他们头上的。这就是律法之下人性的真相。那么32节告诉我们结局是什么？他们知道，记得他们知道。他们不是说糊里糊涂不知道犯罪，他们是故意的，对吗？他们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人是必死的，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们的性情上怎么样？他的 disposition 是怎么样？他说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让别人去，还结着伴去行。这就是世人，这就是律法以下的人，结局是死亡。所以耶稣降生的目的是要把人从这样一种光景当中把人救出来。注意保罗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赎出来 redeem。 那这个词我们现在不常用了，我们人也在交易当中很少用赎这个词了，但是我们对这个词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我不用解释，知道什么叫赎出来。你一定要把一个叫这个赎价给对方，然后把那个东西呢，这又不是买啊，买和赎和买不是一个概念的。你要把一个赎价交给他，然后呢，把他从里边赎出来。赎一定是被他是某种的约定，他是被 captive， 他被挟制在一个地方，他自己没有自由的啊。你通过交易把他从那个捆绑当中把他叫做赎出来。当我们讲他说耶稣基督是救赎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讲两个抬头。He is a savior and redeemer。 我们中文很有意思，就把两个弄到一块变成救赎主。他是救主，很容易是英雄救美，大家知道什么叫救主，就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把人从死亡从罪恶当中救出来，
只要你有力量就可以救。但是赎是什么意思呢？赎不是靠能力，那叫强，不是赎了。赎是你要花代价，你要把你的把这个赎价交出去，合法的把那个兑换出来。所以在这个我是在讲一些教会历史，在教会当中，初代教会都为这个问题就辩论了很久，说那耶稣从谁那儿把我们赎出来了？我们都知道耶稣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是救赎者，他自己就是他用他身体做的赎价，他是那个 ransom， 他就是那个赎价。那么他从谁，他把他给了谁把我们赎出来了呢？那最早的教父呢， 有人就说啊，他是从撒旦手里边把我们赎出来了，从撒旦里把我们救出来可以，把我们赎出来了，他耶稣把他自己交给了撒旦，把我们这些没用的人就从那儿赎出来了。那耶稣自己交给撒旦了，有这回事吗？圣经有没有怎么说的？圣经说是神捆绑撒旦，把撒旦非法所掠夺的那东西把它夺回来。所以撒旦是用一种非法的、用欺骗的手段，把本来是属于神的这些人给骗去的。他这种他所得的这东西本来就是非法的，神不会用一种合法的方式和一个非法掠夺他资产的人去做交易的，这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既然不是从撒旦手里赎出来，又从哪赎出来的呢？没有时间跟大家卖官司啊，跟大家讲太多。那么，直到了中世纪的叫经验神学的之父安瑟伦，他提出了一个叫做补偿的概念。他提到补偿的概念以后，他第一个提出来说，基督是从神的手中把我们赎出来。你说哇，从神的手里边把我们赎出来了？从神的哪个手里把我们赎出来的？从神愤怒的审判当中把我们赎出来了。所以宗教改革以后啊，圣经用了一个叫做替罪这样一个概念啊，用替罪的概念来这个肯定了安瑟伦的观点。耶稣自己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因为律法以下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义人，全在神的愤怒之下等候他们的只有死亡。耶稣虽然是也生在律法之下，虽然他取的人性是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在世上没有犯罪的人。按照神和人之间的这种律法，我们叫做 covenant 或者是约，当人活在神面前能够 fulfill 能够成就所有的义的时候，神有责任给他奖赏。这是神立约时候讲的，不是神的神、神立约的时候他说你神应许会给他奖赏。这种奖赏是什么？永生，你可以不死，你会永远活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个在地上靠着他尽神尽了所有的在神面前尽了所有的义，在神面前证得为人类证得了永生。然后怎么样？什么叫赎回来？赎回来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永生为用他自己的身体为代价，用他自己放到神的手中，说这些我不再归我自己，我把它用来，我用这些来把那些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就我们这些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行权各种义的人，把他们赎回来，让他们不在审判之下，而他自己替我们接受了神的审判，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叫做救赎，是这样赎过来的。我们是从神的审判当中，是从那个死亡的审判当中被赎回来的。神不仅仅要把我们赎回来，还要让我们怎么样？给我们
一个得儿子的名分，就是要恢复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当人亚当被造的时候，圣经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记得吧，是被造的儿子啊，不是那个生的儿子。亚当造了人，把人当成儿子一样宝贝，但是亚当失去了，从这辈分上失去了，他开始认贼作父，就成为了和那个蛇的后裔在那混在一块儿，就与他们为伍。今天神要耶稣借着他自己的代赎，把这些与撒旦的后为伍的这些人从撒旦手上再赎回来，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子。那么神的 儿子的名分这个词，实际上也就是被收养的儿子。儿子的名分是收养的儿子，我们是被他收养的。耶稣基督是神所生的儿子啊，我们是被收养的儿子。你看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讲到父神的时候，注意他讲话，他从来没说我们的父，他说过一次，就是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那是在教你们怎么祷告，他不是怎么表达，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这么说，我们在天上，那是教我们怎么说话。但是他在讲到父的时候，他一直讲说我的父，你们的父，听到没有？我的父怎么怎么样，然后说你们等会儿你们的父会怎么怎么样，同样一个父，对不对？表述耶稣和神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是能够放在一块比的啊，他是神所生的独生子，而我们是被他收养的孩子，强调这两种不同的关系。虽然在本性上不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神的儿子，我们同样有很多的 benefit， 有很多的什么 benefit？ 第一个啊，从关系上说，从前我们是在神愤怒的审判下边，一个是审判者，一个是罪犯，这是这样一种关系。那如今呢，是蒙爱的儿女，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不要姐妹们不要觉得他们都是儿子啊。我们哪儿去了啊？儿子，他用的是父亲和儿子，这是律法的用词，讲你是后裔啊，是你是有，我们现在就讲说成为神的儿女，那比较公平一点啊。那儿女在父面前犯罪，会向法官宣布说斩立决，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不会的。儿女在父面前犯罪怎么样？父最多是打屁股，这叫管教。这叫爱的管教，神不会再置我们于死亡，不会再用罪在罪中再 punish， 在这个审判我们。第一个好处，这是成为神的儿女。那从法律上来讲，儿女是继承产业的，虽然我们在本性上我们和基督是不一样的，但是从位分上来说。从法律上来说，我们是亲生的儿子和收养的儿子是有同样继承权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像基督一样继承他全部的产业，就是在神的荣耀当中享受他一切的丰盛，所有的神的都是我们的。什么叫做享受？我很多小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讲的。什么叫享受？什么叫享受？基督教不是让你受苦的宗教。基督教的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小要理第一问：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永远享受他。基督教是一个享受的宗教。什么叫享受？不是那种最终之乐。神创造了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有很多的 need， 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情感上的需要，我们有爱的需要，我们有生活上的需要，我们肉身上的各种各样的需要，这都是我们的需要，一造就是这么造的，是正常的。但是神自己成为我们所有需要的供应者。当我们神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正常的需要在神那里得到满足的时候，这就叫做享受。当你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叫 suffer 啊。明白这两什么叫享受，什么叫惩罚，你去理解天堂地狱是有帮助的啊，对你的理解什么叫天堂地狱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将来什么是我们成为儿子，在法律上当我们说继承一产业的时候，是神一切的丰盛都在我们身上。
大卫的诗，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至于缺乏，就我不再需要任何东西，因为这就是这种享受，我非常的满足，我没有任何更多的东西再需要了。成为儿子，在神那里所有东西都得到了。OK， 从性向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子，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神的护理当中，我们可以得享永生。永生是神的基本属性，自由拥有是神的基本属性。对我们人来讲，自由拥有不是这个东西，啊，没有，我们里边没有这个东西。永生不在人的人性里边，但是借着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叫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我们参与到他的 divine nature 里面，神借着他的护理当中，我们将神那个永生这样一个的，就享受他这个就享受到这样一个永远的这个生命。所以我们是在神的护理之下才可以享受这个永生的。我们仍然是人，我们没有，我们的性情不会改变。那今天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啊，错叫就是在这个早期教会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认为人可以被变成神，这叫 divinization， 被圣化或神化。那这句话在东方教会，特别是东正教仍然还有存在。那不少华人教会也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我前几天听到一个，在网上听到一个牧师，我经常在网上听别人讲道啊，我欢迎大家也去听。那听到牧师讲道，就讲到说，哦，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让我们肉身成道。听了我们头发哗都立起来了。我说这怎么还要这么讲呢？听起来很有诱惑力啊，但是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你们在网上听到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你们是可以，但你们要小心谁他在讲什么。好，我们看到说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那么这些是怎么承接到我们身上的？这些都是基督做成的，他做成了所有的事情，那跟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这里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一个是我们做的，在这件事我没有任何的参与，我们仍然回到他的神人二性上面。基督就神性来说，他和父是什么 ？homoousia， 就是这个词啊。就其人性来说，和你我 homoousia， 神和人是两种不同的 ousia， 不 homo 啊。那么人和神之间怎么连呢？所以耶稣基督才能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透过与他人性的联合，再借着耶稣基督他完全的神性和父神的联合，我们才能与神联合。今天所有的宗教都试图自己直接去找神，不通过中保啊。你这有没有这个手机的这个充电那个电源？如果有的话，你这插上这头，你把那头就往这儿直插试试。别做啊，千万不要去做。你一定要通过 adapter， 这个 adapter 这一头是 3.5 的电压和我们的手机电源通在一块儿的，另外一头是110伏电压和这个时间通在一块儿，你一插就连上了。今天人没有办法直接去找神，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我们是无悔的。你找他的唯一的结果就是你当场就灭亡。只有透过这样一个中保，完全的神，完全的神人，在他中间形成。那么这里边就，所以在圣经当中，耶稣反复强调了，至少在约翰福音中，至少我数了五次强调一个事实。耶稣说什么？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约翰福音10章38节、14章10节、14章11节、14章20节、17章21节，讲了五次，你有没有get 的重要性？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怎么表示什么？他们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种 homoousia 的之间的关系。然后用了更多的词，用至少9次的时候强调另外一个事实，说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大家记住这些经文了吧？读到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耶稣在讲什么？表示他在人性上跟我们 homoousia，互相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我，有你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透过与基督的联合，他作为我们的中保，我们曾在父的性情上，那个永生的性情上 partaker， 我们有份。
我们当然有份。不仅如此，透过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在里面完成了一次不平等的交易。这种交易叫做 double imputation， double imputation 叫双重的归算。第一重归算是什么？经过这样一个联合，第一重归算就是当我们和他联合的时候，我们的罪，我们所有的这些人性当中的一些罪恶，这些乌七八碎的东西，脏脏的这些东西，借着与基督联合被 impute， 被归算到他的身上了。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代死，第一重的归算。然后呢，我们前面说耶稣到地上要干什么？要 fulfill all righteousness， 他要尽主般的义，在神面前行全所有的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借着联合，他将他在神面前所得到的这个义 impute 归算在了我们的身上。这是个不平等的交易。正是因为这样 double imputation 叫做因信称义。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把我们的罪当不掉，我们也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行出义来。接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什么叫与基督的联合？就是借着我们的信心相信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基督道成肉身，所有做成的一切归算到你我身上。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谦卑自己，道成肉身，成就了神的旨意，也救赎我们脱离了败坏。这是何等的恩典，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远远超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更是超过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你定义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用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方式来拯救我们，就是借着我们这微不足道的信心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愿主你祝福你的话，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儿女，祝福在我们当中这些还没有相信的福音朋友，借着这圣诞的信息，让我们认识这位耶稣，让我们相信这位耶稣，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位救主，能够成为你所收养的儿女，享受那无比的荣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牧师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给我，我自己都难以想象在这背后牧师有多少辛勤的工作，这是多少的努力才能够准备这样的信息。真是感谢神。我也很心疼这今天做翻译的这个若谷姐妹，是有多累啊，强烈要求今天中午加俩鸡腿。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的新朋友。在我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你要是第一次来就站起来简单介绍一下。中间或者左边有吗？有第一次来的吗？哦，没有吗？好。然后有几件事情报告一下。我们大家也可以打开单张，我们将会在周六12月24号，
然后有 教会有圣诞节的聚会，然后我们为他的事工祷告，是6点开餐，然后7点开始吃饭，然后7点开始聚会。然后呢，单章的第二项报告事项是有读经计划，这里面有一个 link， 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把这个 download 下来。这个计划都已经给你设计好了，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实用。为我们23年的宣教事工祷告，也为新受洗的几位姐妹，王英姐妹、李亚姐妹和即将受洗的几位姐妹，和最近决志的弟兄和姐妹，为他们的灵命的成长祷告。还有其他的几项，大家可以自己看。我们上周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然后是教会的读经计划。另外今天的信息特别重要，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重新，我们有录像嘛，在这个 YouTube 上有，因为很多信息你可能第一次听不太明白，然后自己复习一下特别重要我觉得。上周的奉献总共是4295块，经常费是3895块，建堂基金是400块。好，那大家一起起立唱三一颂，然后请牧师祝祷。神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大牧者，我们的救赎主，他爱我们的恩惠，神的慈爱，就是那从根骨就拣选我们，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享他儿子名分的这位爱我们的父神，还有圣灵保惠师的同在，就是开启我们的心，将父神的大爱，将基督的恩惠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位保惠师圣灵的同在，常与我们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请坐，默祷以后我们彼此的问安。今天下午有一个执事和教牧团的联合的会议，这个会议实际上是开放给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旁听的。那么如果有弟兄姐妹愿意观摩我们怎么开会，欢迎大家可以留下来。